主料备肉300克，辅料香葱姜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备肉去除杂质，清洗干净，将备肉剁碎，热锅冷油下姜片爆一下，下备肉滑一下，加入一大碗水，待备肉熟后加入香葱，要入少量盐。烹饪技巧，备肉下锅炒，只需要稍滑一下，立马加水，不然备肉会变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